好凶啊！我都哭了，真的。窥屏狗，确实，我感觉对面像窥屏了，感觉在搞狙击呢，恶心。窥屏吗？你说他们对面打你在窥屏？啊，那不然呢？你什么主播呀？游戏吗？就是那么大的主播吗？不能吧？对你啊，我现在没在有老这样家，我的东运西都没气拆吧？开，我就是在坐桌上给你打游戏。啊？你把这个视频发在你的伴伴动态，我让我的水友过去看看吧，好吧？你不能发吗？我在直播这发不是我了。在家，我就是证明一下我在家，哦，我是真在家。你给我对，发几张，看得出来吧？你给我几张发你的带脸的呗，我看看。就是我能给你水军看的是吗？什么是叫水就军？那叫能带水水。友，那什么是水军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太激动了，这太激动个了。自己去办办看，因为看的话，等下我要进小黑屋了。等下，那你进小黑屋，你让我进是吗？你进没事，我不能进的呀，小姐。我进怎么没事了呀？不行，兄弟们，你别看就这个，他他妈的，等下要搞瞎搞的。5200房间1号麦，我现在去办办，你发了没有？我现在去办办，给你关注，让兄弟们给你关注一下。好，我发了几张，我不知道。但我发了你不能看的，也发了，也许能你都看涨了的。五我不千知多道粉你那丝边。了，小姐姐，你都涨5000多粉丝了。对，我涨了很多粉丝。你都涨5000多了，赶紧关注一下啊！不是，赶紧发一下动态，我都在等着看呢。那我去发，好吧？看在这么多粉丝都过来的份上，然后我去。你们这些老色批啊，这么优质的小姐姐就喜欢关注一下，不优质你们死都不点。但是说实话，这小姐姐还挺优质的啊，我已经等好了。你等下看了这个视频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在直播间不发了。你自己看吧，好吧？你自己去办办动态看，办办5200房间1号麦。不是，那我后发的那些照片能给他们看吗？哦，那个可以，那个没事。你那个视频不能那看你的。给他们看吧。你给我发那几我张你发的几，那脸照你，呀？那我要发那种你不能看的给你吗？哦，那不用了，小姐，那你私底下深入真交不流啊。用吗？你给我发脸呢？你给我天天给我发这我种，发了，我发了。哎，这我操你个 DJ 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净给我发这种照片呢？看到了吗？我发了我的脸了，少。这是你的，这你是你看啊！到吗？我咋这么不信呢？这是你为啊！什么不信呀？我咋这我操你个这个一看就是网图啊，小姐姐啊！你要这么讲，那我没办我法。现在就去百度去搜你啊！别给我搜到了啊，小那姐姐。你要这么说，我有什么办法这呀？是你的话，我直播吃屎了，小姐姐。那你说你是哪里的？别说了，我连夜的站票去找你，好吧？我长沙的，这是你，我直播吃屎。那我就只能连夜的站票去找你。你动态发了没有？都在等着呢。动态，我现在去发。啊，你发吧。这是你本人吗？这个不太像呢，兄弟们像吗？感觉不像呢。但他后面，啊？你有什么证明这是你本人的吗？那你说我应该怎么证明呢？那要不然我发一个没有，这样子的吧，这个能不能证明啊？发一个不穿内衣的可以吗？我发了一个没有穿内衣的，那正常人他也不会把不穿内衣的给我吧？我举报看你了，到小了姐姐，吗？我举报你了。你干嘛要举报我？你别搞了，小姐姐，我举报你了。那这样子的怎么不会有人给我吧？你看到了吗？我发了两张呢，就是那种有秃秃的，有秃秃的，看到了吗？你别搞了，你赶紧发动态吧，我换下一个了，我小我现姐。在去发，我现在就去发。你要来房间吗？还是你我已来经不在来？房间了，我已经在房间了。哦，你已经在了呀，我哦，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。虎狼之词，虎狼之词，虎狼之，虎狼争之词，取能发出去，好吧？虎狼之词。发不出去啊！发出去了，快看快看，兄弟们，你的好兄弟们，快看看呀！
你们快看，我怕我被封号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我发出去了，我好好紧张呀，哥哥。啊，嗯。看到了吧？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可以的，小姐。看见了吗？咱有机会再玩吧，我还点了个小姐姐。有没有呀？还有机会再玩吧。怎么可能会没有呀？我明明就发了，你不会是想？那我私发给你吧，你想看什么我都发你。虎狼之词，虎狼之词，虎狼。我都发了，我动态不可能没有啊。虎狼之词，虎狼。没有收到吗？我看到点赞200多了。我号会不会没呀？我好害怕。我如果号没了，你会赔吗，哥哥？你们一看到我这样的就点个6000-7000关注，我靠！你们太……我号没了，你会赔我吗？嗯，小姐姐，咱有机会再玩吧，好吧？你说什么？咱有机会再玩吧，我换个小姐姐点了。听不太清你说话，宝宝。我说我换个小姐姐点。啊。你换个陪玩。啊，换个陪玩，换个陪玩。我去带你的兄弟们玩吗？嗯、你别吧，你别带我兄弟们玩了。我不带他们玩吗？可以了，小姐姐，咱有机会。我不。啊，你怕我带坏他们？是的，是的，咱有机会再玩吧。那我就要带坏他们。我点了，我还点了个小姐，咱有机会再玩吧，小姐姐。你还点了一个什么东西？我还点了个小姐姐，咱有机会。我第二个小姐一般会比第一个小姐更顶一点。放屁，没有比我更顶的啦、嗯！别跟他们坠入爱河，他们都没有我那个多。哦，小姐姐，咱有机会再玩吧，嗯、好吧？好，那我去带你朋友们玩了。我要把他们教坏了，你不会骂我吧？有机会再玩吧，小姐姐。哦，好，嗯，那你去忙吧。嗯，拜拜。嗯。有请第二个小姐姐吧，因为第二个小姐姐一般都是更顶的，好吧？这个小姐已经涨了6000-7000关注了啊，你们可以的。我觉得第二个小姐姐你们最起码会涨10000个粉丝，我觉得。不跟你开玩笑的，那我们多的不说嘛，我们有请第二位女嘉宾吧，好吧？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，好吗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 ，Hello， 是你吗，小姐姐？是你吗？刚才点单点了你。对，你点的小仙女到了。哦。祝你查收。哦，好的。那我查收之前可以先验验货吗？啊，那老板，你是想从上面验还是从下面验啊？别。